Desperado. Sitting in a. 好吗？睡醒了，昨天晚上有没有睡好？然后现在起床去，好像没有彩排，直接就正式来了。今天对自己最大的要求就是不要摔倒，不要同手同脚。对自己的要求真的很低。哦，起床了，一会儿见。看一下我在干嘛？看一下。消肿啊。好的，再见。今天还算挺顺利的，完全没有那种紧张的感觉。突然不明白来上海是为了什么，就是走了两圈，可能走秀都是这样子的吧。到里面别人就在吃，好像很好吃的样子。我在站想想，你们说给我吃一口吧。
他看过来了，他在开着。B01，请您用餐了。B101，请您用餐了。B01是我们吗？107。所以前面还有六桌。嗯。别咬了，好臭啊，这个奶茶。